受到台风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影响，基隆市大雨不断，七堵区泰安路也传出至少两处边坡滑落坍方的灾情，交通一度受阻。那个我们那个泰安的民众哦，来通知啊，说我们这边哦那个土石流坍方哦，那最上面最严重，还有大石头，还有那个整个山上的那个土石都崩落哦，那民众车子都过不去哦。那希望哈、有关单位哈、已经通报我们这边的彩云派出所哈、还有通报我们的那个区公所哈、希望说区公所尽快派人来这边处理，协助处理。基隆市议员苏仁和特助林坤明表示，经过市政府相关单位抢修，目前大致处理完毕，剩下一处需要再规划灾后复建工程。记者吴俊松，基隆报道。